大家好，我是 John， 那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很特别啊，今天是这个解封的第一天，新西兰从三级防御降到了二级。那今天一大早第一天就从那个奥克兰开车两个小时出发到 Raglan， 然后下来准备在这里出海出去钓鱼，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等船过来，然后船到了以后就直接出发。今天天气很不错，然后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叫Gannett Island， 听说是蛮不错的钓鱼点，然后非常期待，就那么久没有钓鱼，第一杆下去看一下效果是怎么样的。然后今天带我来这边的是一些新朋友，新认识的一些朋友，所以体验一下新的钓点，然后新的朋友，看有没有新的运气。太专业了，专业，一看钓不着鱼了，专业了。今天天气真不错，然后我们现在在找这个位置，就看哪里的鱼比较多。刚才停的第一个地方，五分钟上了两条，第二条应该接近合格吧，但是我给放生了。然后现在换一个地方，然后看鱼会不会更多一些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鲨鱼啊！好他妈！打，拿棒子打，来，拿棍子打，拿棍子打，棍子，把它打昏掉，打昏掉，断了，可以了，是断了，你不好把棍子打断了，小鱼呢？第三条大鱼，这条鱼大的，第三条来，哇！那条病你关了吧，完了，跑了不少线，把那线给折回来。哎呦，我天哪，追不住，肯定是，肯定来吧，像，追不住了。哎呦，我天，交枪了，我也交枪，投降了哈。啊，交了，被老板。我这拿后边。可以，看到了，可以，我下熟了，鲨鱼，啊，又是鲨鱼，哎呦我天哪，我的大哥你快走吧，你看见没？拉尾巴，那棍子呢？拉尾巴，去搞了，你不搞了，尾巴缠住了，大鲨，拉尾巴，对，拉尾巴。对，尾巴拉住，钓上来了。啊！当心啊，它咬人了，你当心。哎呦！拿棍子打！哎呀！哎呦你！哦！又跑掉了。跑了，大了。又跑了。断掉了。又断掉了。你跟鲨鱼没什么缘分。三条鱼全跑，你一定要一个钩子。这就叫做大爷，就是你大爷。那后面都中第五条大鱼，第六条大鱼了吧？你数不清楚了，前面几条鲨鱼全跑掉，希望这次能干上来。杆子90度了，还剩多少米？还有几米，马上上来了。上来。等一下啊。咚。不是死的，不都咚啊。别上了。我这个大坑啊。哎呀，送啊。什么东西？来，你把它举起来。来，尾巴套住。又是鲨鱼。嗯。这回把它钓上来了，这回钓上来了。拿绳子。你套了屁股。这回钓上来了。哎，啊！前导线断掉。今天最大的一条 snapper， 五十多吧。不需要按。
还在录像。那个这么大的 snapper 还没钓上来。应该多长？这头大概有七十。人家带着他妈的，他这个头已经有点拱起来了，再大一点就拱了。对，拿近点，拿近点。你怼过来镜头面前。上次说好不是他们不是网到三刀了吗？来露露露露，拍拍戏。可以。用网去网三刀很多很多。对啊，你去网的吗？家里网。对，上次网的呀，网的。现在，五点半回到岸上，早上6点钟出发，然后现在回到岸上，准备回奥克兰。今天收获其实蛮不错的，尤其是，那位就另外一位朋友，他钓到了一条超大的 snapper， 然后还有一个三刀，然后那个大爷钓了好多次，鲨鱼，但是都没有拉上来。然后 Raglan 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，很多人在这边冲浪，然后冲浪是一直我都很想学，但是没有机会学的，希望有机会跟你学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关注我的频道，那主要是分享旅游，当然我的爱好是钓鱼了。那希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